天啊，千年杀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兄弟们，千年杀啊！这手指头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咱们踩上去，咱们的局部不就？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试一下，好吧，咱们踩上去试一下，兄弟们有没有伤害？兄弟们有没有伤害？哎，兄弟们没伤害，兄弟们，不过这个样子好奇怪呀、啊，我去。啊、兄弟们，咱们可以直接走过去啊！哎，这个作者啊，虚张声势真是的啊！不过兄弟们，咱们如果变成女生踩到这上面会发生什么呀？我去，死鬼！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冲过去，好吧，直接冲过去，冲！啊雷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怎么是拳头了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兄弟们，这前面这个没伤害，后面的有伤害。我去，这个作者啊，真鸡贼呀！我去，兄弟们，看视频前记得点个赞哦！我祝你们点赞的人明天放假，好吧？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冲过去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直接冲过去，再来一次，兄弟们，冲啊！喵！我过来了，兄弟们，然后这边有个可爱的妹子哦，瓜猪带走，哦，兄弟们，瓜猪带走，真不赖哦，兄弟们，瓜猪带走，等啥呢，兄弟们？苏巴拉西，第二关幸运大转盘，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幸运大转盘什么鬼呀、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玩意啊，兄弟们，这有点吓人呐、啊，兄弟们，这谁能过去啊，作者，我说你给我过去，我看看好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奥迪给出就完事了，出就完事了，我什么情况？冲！兄弟们呀，这根本过不去的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暴露第六个表情吧，打算看看好吧？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再来一遍好吧？走起，兄弟们，再来一遍！我，兄弟们晕了！走起，兄弟们！不是，兄弟们，这一关到底要怎么过去呀、啊？我去，兄弟们，你们能过去吗？你们能过去的扣一好吧？过不去的扣二好吧？兄弟们，这一关真的有点难度呀，兄弟们，再来一遍，兄弟们，再一遍！兄弟们过来了，我去。Back. 第三关有劲问答。哎，兄弟们，有劲问答什么鬼呀、啊？我去。假如你和渣渣辉被困荒岛了，海底有头鲨鱼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兄弟们，我和渣渣辉被困荒岛了，我去，有头鲨鱼，拿石头砸他，用沙子填海。这开玩笑的，石头砸他，沙子填海，这个根本不合实际，好吧？这石头砸肯定是砸不死的，好吧？还有这个沙子填海，我这就会填海呀、啊，真是的，我去，这也不可能的，好吧？把渣渣辉扔进海底，哎，兄弟们，这还用说吗？把渣渣辉扔进海底呀，这对吧？鲨鱼吃饱了就不会吃咱们了呀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哎，肯定是选这个选项的，好吧？哎，没错。瓜作答，假如你被困荒岛了，你会带什么东西到岛上啊？好，兄弟们，你们被困荒岛了，我去。A 手机 ，B 食物和水 ，C 傻神。不是，兄弟们，这选项什么鬼呀、啊？傻神，这把我带岛上有啥用啊？真是的，兄弟们。如果你们被困荒岛了，你们会带什么东西啊？我去。